你好，欢迎收看3月25号的观天下新闻，我是玉威。新北市的食物银行自100年开办以来，各界爱心满满，自四面八方涌入，截至今年1月底，所媒合各项善款及物资高达6亿9千多万。新北市政府表示，民间爱心无穷，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多的善心团体人士响应食物银行，让弱势家庭无论在食衣住行娱乐方面都能够幸福洋溢。由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创办的食物银行，3年多以来募集了物资价值将近7亿元，可见民间的爱心无穷，协助弱势民众将近有103万人次。这4年多的时间，总共媒合了这个6亿9千多万，那也帮助了103万人次的这样需要帮助的伙伴，我们真的很谢谢哈。这个跟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参与我们食物银行，不管是我们50个分行，或者是我们现在平常在合作的这一些热心的这个企业、个人、团体，甚至我们也很多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协助我们的食物银行，我们都很感谢大家。社会局也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有更多的善心团体人士响应食物银行，让弱势家庭无论在食衣住行娱乐方面都能够幸福洋溢。我想啊，我们都会因应哈我们这一些需要朋友的这个需求哈，然后我们会媒合哈适合他们的民间资源来参与。尤其最近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厂商或者是一些企业来跟我们谈论说，怎么样他们能够透过他们的资源哈啊，透过我们的食物银行来照顾这一些需要照顾的人。我相信呢，我们这一个社会是非常的温暖哈。那我们也很谢谢大家。那我们食物银行会秉持的这样子，把社会的爱心资源做最充分、最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发挥，让我们这些需要照顾的朋友都能够获得及时的帮忙。新北政府社会局长李立俊表示，食物银行透过50个分行，将各界善款以及物资及时分送到每个有需要的弱势家庭里，并规划各种福利服务方案，每一个方案都运用民间资源，结合政府力量，一起守护弱势家庭。谢鹏江市府长报道。